什么事儿？说吧。你们别老是跪着，起来说话吧。有什么话，三德子你先说。爷，有一件事儿，您要是应了我们，我们就起来。什么事儿？说吧，我们求爷回宫。事儿还没完呢，怎么能走啊？爷，遗嘱子不在了，法医不争气又跑了，三德子小桃红正担心您呢，咱回宫吧。回宫吧，爷。你们两个起来说话吧。不，咱回宫吧。回吧，爷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哭了。你们跟朕也出了个无数次，咱们什么样的事儿没遇上过呀？当然，这回跟以往不同，咱们人少，你们担心朕，怕朕。但是这事儿没了，朕岂是个有始无终的人呢？爷，您说过。人死不能复生啊，这林凤儿长得是像遗嘱子，可她的秉性做派相差真是甚远呢、爷，咱别找了，找着也伤心，咱回吧。是啊，三德子你说的不错，但朕也不光是为了这件事儿，有人打着为朕选秀女的旗号绑票索银，这事儿朕不能不管吧。朕不能为那些脏官顶缸啊！此事不管，朕还当什么皇上啊？来，起来说话。这话是这么说的呀？可天下的事这么多，有一件两件的，不管也就不管了。这事儿没遇上也就罢了，遇上了，朕岂能放过？你们不用担心，可现在就剩下三德子和小桃红了，我们怕呀，怕护不住朕，实在是怕。不怕，朕心里有数，天底下的事儿就是这样，你怕他也来，不怕他也来，这事儿没什么退路。先生，您在想什么呢？我呀，我在想一个人。是风儿姐姐。不，她跟那个人长得很像。天下最难过的事，莫过于想人。你这话不错。难过莫过于想人。这话不错，先生。月秀想回家。月秀姑娘，你别着急，先生我早晚必定送你回家，就在这几天了啊。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呢？先生，您看见我的罗帕了吗？怕是小桃红拿去洗了吧？那没罗帕，我
怎么哭啊？哎，那就不哭了嘛。哎，先生啊，你身上可带汗巾子了？我的小头红也拿去洗了。既没有罗帕，那就不哭了嘛。我想回家。月秀先生，请问一句，是谁拿月秀当人质啊？月秀姑娘，不管她是谁，她是必死无疑。先生，你真像个依靠。这怎么讲？你说话就像，还会治病，还会走棋，还会照顾人，还会人想人。人要是能想一个人，他就是好人。人要是想一个死了的人，他就该是个大好人。贸然问一句，先生，你想的人他还在吗？不在了，死了。哎，月秀姑娘，咱不提这件事儿，不提了啊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我想哭。那就哭吧。可我没罗帕，我怎么哭啊？那要哭起来该多难看呀。先生，要不我伏在你的肩上哭会儿。月秀姑娘，你那样哭起来也会很难看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下去给你找找。你再睡会儿，再睡会儿啊，再睡会儿。怎么没人招呼客人啊？你干什么的？这位爷，住店还是打尖？问那么仔细干嘛？开店的还怕见客人啊？瞧你们给吓的！谁是店家？爷，我是店家。哎，我是店家。你是店家？啊，平原镖局的可在你店里边？是啊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是镖局的？对，有话说。等等等等等，店家，赶快帮爷烫酒炒菜去，可把我饿坏了。你是镖局的？对呀。去把你们镖头叫来，大爷有话要说，有信要传。耶，哎呀哈，咦，你谁呀？孔圣人的后人，我说你谱不小啊，真是癞蛤蟆吃咸盐，你爷爷了。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是镖头啊？你是镖头，跟你说，你不是镖头，给我叫人去！大爷还懒得跟你废话呢。我们镖头，你以为谁想见就见着了？抱个腕，抱个腕来！啊！大爷，我走南闯北的，没见过三条腿的蛤蟆，六条腿的猴。你算干嘛的？怎么着？这位壮士，有什么话请讲啊？有什么话请讲啊？瞧见没有？这就是我们镖头，撒开，有什么话说？你是镖头啊？不是说镖头是个女的吗？哦，夜深了，有什么话跟在下说是一样的。对呀，都一样，说吧。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捎来一封信。哦，扔上来吧。拿着吧。爷，菜来了，瞧这大半夜的。来，坐吃吧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无非是让你们住下来，别往前走了，等着回信儿。没错，信上是这么说的。哎，请问壮士，这是让我们等谁的回音呢？府上呗。瞧我这嘴。哎，别打听了，打听多了大爷不知道，知道了也不说。小二，来壶酒。哎，小二啊，给上两壶酒，账都记在我们身上。哎，别。用不着，您甭跟我客气，这人一客气准没好事儿。我怕的就是客气人，一壶就够了，两壶高了。哎，还带着女眷呢。哎呀，瞧这姑娘多辛苦啊，这大半夜的还下来打水。
姑娘，把盆给我，我帮你送上去，怎么样？用不着。大爷一会儿喝完了上去找你啊。哎，夏大红，等会儿。哎，您先吃着啊。好。哎，我说你去陪那大爷好好坐坐，人家专门给咱送信来的，特辛苦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啊！那好吧。哎，他陪您坐会儿啊，您坐着慢慢吃。哎，坐。那我就陪你坐会儿。哎，志伟爷，你回去吧，这儿没你事儿了。哎，回去吧啊。您回去歇着吧，有我的。哎，这位壮士，您慢用啊。奴才给您送水来了。喂，你把水给我。三大子，你到下面应付着去。您放心，一会儿我让他说实话啊。快去。说来。妹妹，陪哥喝一杯。不会喝酒。哟，不会喝酒？不会喝酒还不会笑吗？别绷着脸，给哥哥笑一个。笑倒是会，可我不能白笑啊！人家一笑值千金，你给我什么呀？哎呦，还真上路啊！哎呀，可哥哥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有酒，这么着你看行不行？你笑一个，哥哥我喝一杯，就算我罚自己怎么样？我看行，随了哥哥的愿吧。加点，人家赶了多远的路，多辛苦啊！怎么样？哟，那您这不是两头便宜了，又看人家笑，又有酒喝。妹妹，你可真精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就别逗哥哥了，随哥哥愿吧。啊！对。对，好，怎么样？笑得好，喝两杯，好，两杯，我给你满上，这位大哥，您由哪儿来呀？太原府，哟，您不是镖局的吗？哎，看妹妹你把哥哥我小看的，哥哥这爷的模样，像是镖局的吗？什么样的镖局能养得起我呀？哥哥，我是府台的差官。啊！哟，差官也管镖局的事儿啊？哎，看你说的，这趟镖啊，压根跟镖局没什么关系。听说你们绑的那个姑娘是聂家的独女，啊，给绑了票了。不说了，官家的事儿，姑娘你。哎，好，又笑了。好，哥再喝一杯。这位哥哥，别喝高了啊。是，不高。不高。说是喝高了。嗯，高兴。高兴啊。妹妹，你笑的，真好看。就是。你要是笑完了，收的慢点儿，那就更好看了。是。来，好。这位大哥，听说送信不让我们往前走了。对呀。那边正谈着钱呢。赎金。谈下来了吗？没有。所以不急嘛。哟。多少钱谈不下来呀？10万两。啊，10万两呢？再来，满上。那要是谈下来呢？那还用说吗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呗。你们这趟镖算是保下来了。话不多了，不多说了。又笑了。喝，好。
可这事儿遇到坎儿了。怎么讲？我跟你说，你可别跟别人说去啊。这位大哥，你喝高了吧？没有，没高，就是没高，就是没喝。没喝高。什么坎儿？对，你说说什么坎儿呀？醒醒啊！听说是聂家人不肯出钱呗。啊，不肯出钱了？那月秀姑娘怎么办呀？你醒醒！对呀，醒醒啊！说呀！什么？怎么办？说出来您甭心疼。撕票啊！撕票，就地撕票。撕票！撕票！醒醒！醒醒！醒醒啊！我让你们府台大人是谁呀？醒醒啊你！嘘！醉了。啊！三德子啊，他不说他能喝两瓶的吗？啊，怎么喝了一瓶就醉了？是啊。哎呦，这是老窖，劲儿大着呢。小桃红，你别管他了，快上去叫爷，叫爷起来，咱上去回话。我说小二，来了，搭把手，把这客人扶房间睡觉去。好。爷，爷，我回来了。法印我想通了，天下的事儿，早了晚了，早晚得了。法印我不走了。有人半路把法印给迷倒了，有人不想让法印去报信，法印我不去。法印帮着你把事儿快了了。这么说，是不是太不知道亏了？爷，三德了，小桃红，我回来了。法印中途被人迷倒了，装进口袋里，扔在路边了。多亏了被林镖头给救了。法印知错，法印有始无终，不该使小性子。法印我改。这么说，是不是太没面子了？三德子，给我打水，我先洗洗脚。小桃红，给我拿吃的，我饿了。更不行，爷，我回来了，发现我知错了。看来这事儿已经明了。三德子小桃红在。倘若聂家不愿意出钱，此事将半途而废，幕后主使也不会出现，月秀姑娘性命难保。此事当务之急。是让聂家出钱，那要是聂家不肯出钱呢？晓之以理，跟他们说，银子出了，人赎回，赎回后银子照还。那人家哪能信呢？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我，爷，您的意思是让奴才去聂府？三德子听旨，朕命你连夜前往聂家，无论如何让他们出银子赎人。朕此番不能空跑一趟。一定要抓住那个让朕顶缸的赃官。三德子，你听见了吗？奴才听见了。那干嘛不接旨啊？三德子若走了，小桃红一个人怕是支撑不过来呀。以三德子之见，这事儿咱就甭管了，咱回宫吧。是啊，咱们还是回宫吧。你们两个都起来吧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奴才绝不起来。三德子小桃红，此事不了，朕寝食不安的。起来吧。法印这时候在就好了，这个臭和尚
不忠不良不义的东西，要紧的时候他得跑了。哎，法印，是法印。啊，咱别理他。哼，爷，爷，三德小桃红，我回来了。法印知错了，法印不该是小性子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臭和尚，臭和尚！我告诉你，你留下来好好伺候爷。不，你们两个一起去。啊？法印啊，咱慢点说会话吧。吁，边走边说吧。啊，我累了，我屁股疼了。吁，哎呦，哎呀，我累了，我屁股太疼了。三德子，忍忍吧。啊，早去早回，爷那边不安稳。哟，这时候你急了，不跑了？哎，三德子，你别揭我短行不行？谁？冯氏小姐，是我，黄三儿。您要有什么不方便的话，那我一会儿再来。来了。啊，哈，我这给您送饭来了。进来吧。这种事儿。你怎么也亲自来了？让小二不就？一别两日，黄三儿想看看您呢。你会的东西真多，放下吧。林镖头，别来无恙。一切都好。好好。哈哈，林镖头，您还没请黄三儿坐呢。请坐吧。多谢。人追上了？追上了。问清楚了？没有。交手了？也没有。哦哦，冯二小姐，你快吃吧，不然就凉了。来来来，先吃吧，我不饿。哎，怎么能不饿呢？这是特意给您端上来的。来来来，请吃吧。不吃。啊，哎，不吃。好好，我来捡。你受伤了，你受伤了，为什么不说呢？来，我帮你看看。你出去。我帮你看看伤。你出去去叫小桃红。凤儿小姐，人与人之间大可不必这么天涯海角的。月秀姑娘，听说风儿姐姐伤了。是，是伤了。那她为什么不让你看看呢？嗨，对某些人来说，让别人看她的伤口，如同杀了她一般呢。
人活着干嘛要咬牙撑着呢？我就不这样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哭的时候哭，想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使劲的想。人跟人大概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先生，你说做女人是强的好还是弱的好？是硬撑着好还是爱流泪的好？我看都好，都好。就这两个字啊。哎，先生，您是不是说该撑的时候撑住，该流泪就流泪的女人最好？月秀姑娘，你说这些干嘛呀？我看你现在就挺好，人生在世大可不必按别人喜欢的样子去活着，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就很好。哎，你现在就很好。是吗？啊，先生，那我不想回去了。哦，那好。好啊，不过想回去也无妨，过不了几天我们就送你回去。不回也就不回了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熬熬药，说说话，我有那么多的罗帕，我可以尽情的笑啊哭啊。哎，先生，法哥哥现在不在了，你也对我那么好，在家的时候从来就没有那么多人喜欢过我。哎，先生，小时候人家说我狐媚。哦，我是吗？不是，月秀姑娘，咱们不说这些了啊。哎，药都好了，来吃药。爷，您带的棒疮药还有吗？怎么了？凤儿姐姐血止不住啊。小桃红啊，那你照顾月秀姑娘吃药，我去看看。月秀姑娘，来吃药吧。哎，法爷，像不像？像什么呀？老道吗？你除了像个公公，什么都不像。你这狗嘴里怎么吐不出象牙来？仙儿，仙儿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我们吃饭。二位爷，你们能不能那边坐啊？啊？为什么？那边两位官爷说了，吃饭的时候旁边不愿意有人。啊，什么不愿意有人啊？对啊。行啊，那让他上坟地里去吃吧，那儿没活人。哎，二位爷，小的买卖小不敢说，您看我的，我求求您了，求求您那边行不行啊？算，走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小二，哎，过来，哎，来了，哎，爷，怎么说着话就走了呢？啊，来，押一宝，你是押单啊，还是押双啊？爷，我不会赌，我从来不赌。哎，没关系，赢了爷给你钱，输了爷不要你的钱。来，押一宝，押单还是押双呢？你得把这饭钱给我免了，不多要你的。免了，掌柜的说了，压根就没想收您的钱。保就不押了，您赢了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们是不是？看我穿这身官衣儿，你怕了？爷什么时候吃饭不给钱了？就是啊，押宝、押单啊，还是押双？押双。好，小二押双。哎，世丹，爷您赢了。你小子上道还挺快，来点菜。哎，仙儿，点菜。啊，来了，您等等啊。什么？等？再等就成神仙了。二位爷，看看菜单。看什么看啊？二十个菜，好酒随喝随到。哎，得嘞。仙儿，快点。那边叫我呢，我去支应一下。二位稍等啊。哎，干嘛？来了。你猜猜，我们这拳头里哪个里边有一文钱？哎，要是猜错了呢，这顿饭我们也白吃。哎呦，二位爷，您就别跟着掺乱了。没看那边有两位官爷吗？官爷怎么了？哼，
官爷能白吃，我们出家人就不能白吃吗？就是。二位爷，您二位是僧道，好歹也知道个好赖，就别跟着乱了。哎，怎么着？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一穿上官衣连好赖都不懂了？就是啊。哎，你这不是骂人吗？不是不是，你连天底下的官差都给骂了。是啊，你把官差都给骂了。就是。二位爷不是这话，二位爷不是这话。哎，我说怎么着，这不是变着法骂咱们吗？是啊，平时都是别人请咱们办案。对呀，今天人家找上门来了。我说兄弟，抄家伙，拿人拿人。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无量寿佛，瞧我的啊！别动手，咱都是为了吃饭，别动气。我这位哥哥呢，是嫉恶如仇啊，可这心眼儿啊，小极了。他也想吃这不要钱的饭，也想博点什么彩头什么的。要不这么着，咱们赌一把。哎，哎，要我们输了呢，我们给你们十大美；若是你们输了，你们拿东西走人。对，别在这坐着，招我们吃不下去饭。哎，石大美，拿我们当什么了？是啊，你是哪路神仙啊？庙里的，观里的，专管衙门里的。嗯，嘿嘿，兄弟，拿人。好，拿人。哎，走着。哎呀呀呀！三德子，今天算是把你那天挨打的面找回来了吧？甭说那么多了，把他们俩插出去，咱好吃饭。走。哎呀，哎呦啊！走走，哎呦呦呦呦！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呀？土地爷呀！啊，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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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三德子，嗯，你看，聂有龙亲戚也是去聂家的，巧了，咱们正没主意呢，那就别把他们插出去。嗯，咱把他带走。嗯，起来！哎，起来！二位爷，哎，跟大爷我走一趟啊！这。王三儿啊，我欠你一份人情。欠情？好啊，那还吧。欲还无门。嘿，那就别说。跟你一起很压抑。那就别在一起。风儿真像你说的那个人吗？越来越不像。凭什么我要像另外一个人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就是林风儿，除了我自己谁也不像。你说的对，黄三儿，我错了。天底下出错的都是痴情人。痴情？你以为痴情很有理吗？怎么讲？你自以为痴情，别人就该依着你去扮演你所想要的那个人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你这样做对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太无情了？你什么时候这样想的呀？从第一天起，我在你眼里就不是林风儿。从第一天起，你就把我当成你想的那个人。你盼着我和你一起演戏，你想让我和你一起欺骗自己。你自私，你不管别人的情感如何，你要一个活生生的人丢掉自己，去扮演一个你想的人。你这哪是痴情啊？是无情。你是这么想的？哦，是啊是啊，你居然会这么想。我觉得你比我想得清楚，我却一直以为，说实话，直到今天，到现在，我才觉得你不是他。我连不想问，可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倒想问问，他到底是谁？哎呀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日子和梦缠在了一起，搅乱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凭什么让一个活人去扮演一个死人呢？天下事，得失有运数，失去了就是缘尽了，再想也是徒劳。他不是一菲。三德子，
大哥，打听清楚了，就在前面的店里。哥哥，咱们兄弟可都去了聂家，怕人手不够。怕什么呢？怕人手不够？你我兄弟都是老江湖了，一人一口唾沫能淹死他们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10万的赎金吗？一想到钱啊，都他妈不怕了。走呀，走走。来者何人？我告诉你说，别拦着我的买卖，不开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上！他们去是为了逼赎金，我们去也是为了逼赎金，可若真让他们去了，这不就坏事了吗？所以这回去不了了吧？哎，大爷，哎，索性咱们一不做二不休，不如把他们俩给哎，等等，把他交给我师弟吧。啊，回敬师弟，回敬师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师哥，这是要走吗？是啊，多年不见了，原该盘桓几日，叙叙旧，可实在是有杂事在身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红尘之事哪管得过来呀？何不抛开烦恼，再归山门？说的是啊，但红尘事都不管，要我们学佛做什么呀？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师弟，哎，那两个人教你代管几天，我们办完事就来领人。好吧，期限为三，三天后跪敬放人。三天后我们一准的回来。哎，三德，咱们走吧。哎，两首佛啊。师弟，留步。姐，你别太紧张了，坐下歇会儿，说会儿话吧。桃红妹妹，嗯，你家老爷他从来都是这样的吗？什么样啊？讨女孩子喜欢啊？没有啊。
他讨什么人喜欢了？哎，凤儿姐姐，你不会是动心了吧？我？啊，我才不会呢。我说的是那个月秀姑娘。哎，小姑娘没见识，一厢情愿而已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哼，没有招蜂引蝶，哪来的一厢情愿啊？我看你家老爷不检点。凤儿姐姐，咱们为的是保这趟镖，几天而已，没那么多的话。小桃红，嗯，我拿你当妹妹看，说句实话，你们这次真的是为了保镖才来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几千两的镖银，你家老爷会放在眼里？凤儿姐姐，我们是不为了镖银，难道你是为了镖银？实话说了吧，我也不是。那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报仇。凤儿姐姐，能跟我说说吗？桃红妹妹，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们家老爷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春发芽，夏愁碎，秋天满地花。家啊，出了宫，进了殿，中间名言变，中间名言变，哎，入了乡，随了院，百姓才是，百姓才是头上天。千秋百代，万世名为仙。